要飞一个什么的啥的，那就这样啊。不过我朋友，你要他留飞翔嘛。不只对飞来飞去的虫子视而不见，工作人员还叫记者把洗好的锅子放进脏水池里，宣称如果卫生局人员检查，只要聊聊天就不会开罚，态度有恃无恐。事后询问鲜芋仙总部，业者终于坦言管理有疏失，北京两家门店已关闭整顿，其他门市也同步展开卫生检查。店里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，这店里负责人不在，我不太方便回答您这些问题。我刚才在紧急的开会处理这个事情，但是两个单店的行为也是让我们很出乎意料，去已经联系门店处理调查了，肯定会有严肃处罚的。2019年，鲜芋仙就曾爆出南昌门市餐具不清洗，食材不新鲜，如今问题重演，再次重创品牌形象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